都是人民的基本人权，人民会使决定伊这个将来，吼、哦，这个无问题。啊，了后呢，假使讲是台湾主张是独立要加入一个国家，安尼佫有国家承认的问题，就要争取国家承认。啊，第三呢，啊，假使国家承认，还是国家加入一个国家了后呢，啊，咱这个现主席的政府。咱要甲继承、继承的先管理义务的，啊，这是以后的代志啦。我今仔要来讲的，讲台湾的前途呢，有那是自决意外无办路啦。这个有那是我25年前迄当时第一次做立法委员的质询的一个重点。好，啊，我讲到这呢，讲到这就差不多小可有一个收束。讲我咧讲的这个理论呢，是不是教我的朋友？啊，落尾，迄、那个做 Max Planck 的国际法的研究所的所长的 Florian 的意见，是不是我？我咧讲的这款的四篇的质询呢？经过25年了后啊，啊，我迄个朋友呢，伊演讲我无将我的想法讲完，讲我听安尼吼，啊，一个演讲伊咧。我邀请的演讲，含我讲，我拢讲少声啦。这个演讲是安怎呢？是伫去年的3月18日，总统选出了轮替了，啊，我就按算要回来啊，就要甲死啊。啊，我伫5月7日呢，就带德国的柏林来举行一个台湾甲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社会的这个研讨会，啊，邀请国际公法的教授。国际政治，啊，甲即个有即个做过大赛的专家学者呢，来做会，来举行即个研讨会。啊，有请弗洛曼教授呢来做一个主题演讲。啊，即个主题演讲呢，拄我讲的拄我含我受伤了。因为25年前我含伊交换意见，啊了后，伊佫甲我讲一句，伊讲你20几年前。我和伊所讨论的，伊无改变，认为讲是正确。经过20几年了后，台湾的演变呢，伊认为这是正确。问看我有改变我的想法无？哎，啊，我的演讲拄啊伫伊演讲之后啦，啊，这演讲之后内底一部分就是今仔印互恁，诶，这内底一部分，这内底一部分，因为这篇文章是登伫教授会的迄个网络内底的。啊、我今要来讲的，就是讲，伊这个弗洛曼教授呢，伊的主题内底有几项，讲予恁参考。第一项，就是台湾虽然有国家承认，中华民国国家承认，台湾虽然有真侪国家无承认，但是伊是一个事实存在的国家。啊，实际存在的国家就是一个国家，就是符合联合国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的适用，就是会使适用这个禁止武力。啊，第三点，台湾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国家，准讲无和美国、欧盟、日本这国家来承认呢。伊有呐会使含国与国之间来签订协议，啊，负责有管理甲义务啦，伊呐是一个国际法的主体啦。哦，第二哦，啊，第三，啊，只有台湾未来好去好用哦，只有依据国际法的主权的原则适用啦，适用国际法的主权啦。啊，伊佫甲你加一句哦。伊讲啊，假使国际法无适用诶，东西德就无可能合并啦。因为东西德，不讲东西德，迄当时东西德是两个国家参加联合国，啊是两个国家当中有签一个和平条约、基本条约，就是互相割占东西德啦。哦，伊就去强调顶个是三点，第一点就是。台湾是一个事实存在的国家啦，虽然不是大多数的世界国家的承认，伊都是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呢，适用
联合国的禁用武力的原则。啊，第二点就是这个国家，伊就是国际法的主体，伊会使参加国际组织，会使和别国来签订协议。啊，伊伫国际法有管理义务。啊，第三就是台湾的未来前途由人民的主管。啊，你到我25年前，拄啊伫做立法委员提出来的四篇总结信拢烧香了。啊，我要表示讲，我25年来，我对台湾的定位、台湾的现状、甲台湾的前途，啊，台湾要伫国际徛起，我的生活25年来有修正，啊，无大改变。啊，这个若得到一个德国的国际法的权威，就是弗洛曼的肯定。啊，伊经过25年了后，伊迄个演讲呢，我有若是这个机会演讲，我将这个予咱这个台湾大地呢，予咱有若来转定安尼。啊，我今仔日讲的时间拄啊讲45分，差不多50分，吼、50分。啊，50分了后，看恁若有注意呢，予恁问问题。啊，无问题，我阁会当讲讲其他，我讲。我一定甲你讲，讲到4点半就对了。哦，安尼讲到啦。